他说他 OK 啊。我有跟他讲说不要卖边疆，但是他说他 OK 啊，他进去爆炸以后他就 OK。那后来不是他换军医，也是因为俊秀脚不舒服，对吧？脚不舒服就下去了，然后下去就让他去守医，刚好稍微减轻一下他的负担。你以为我在 gay 吗？没有，他们一定觉得说我打到脚一定在投直球，就会被我打全黑打。所以那球真的是直球。对啊，直球。被骗了。没有被骗了，就是刚好还可以打，只是跑那时候因为打到没有马上就是跑嘛，就是所以还不知道跑会痛。第一步，然后第二步才。第二步才知道。全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今天用上面1000元，免骗2000元，就等于直接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